恋爱不迷路，有事找秋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依然是你们的小奈秋妹。我想问一下屏幕前的臭宝们，你们一个问题：你们觉得在追女生整一个过程中最难的是哪一部分 ？A. 女生回消息冷漠，找不到共同点 ；B. 约不出来，女生总是遭到拒绝 ；C. 一直处于普通朋友，不能进阶 ；D. 害怕表白失败，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。把你们的答案打在评论区或者是弹幕上告诉我，我帮你解决呀。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，想要解决以上这些问题，你们消耗了多长时间呢？其实告诉你们一个真相啊，你追女生的时间越长，你越不容易把她给追到手。你们追女生是提倡速战速决还是提倡打持久战呢？把你们的答案告诉我。秋妹，我个人认为呢，追女生啊一定要速战速决。当然了，以上仅我个人观点。什么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，其实那些都是扯淡，主要有以下四个原因。首先呢，长时间的追求会让人迷失方向，浪费时间，甚至啊因爱生恨。条条大路通罗马，但是有些人出生就在罗马，你不是这块料啊，你再怎么努力都是没用。在错的人身上浪费再多的时间，你也不会找到正确的答案。为了一个不爱你的女生，付出了自己的所有时间精力，以为啊自己的一再坚持就可以感动到对方。别闹了，臭宝，玩的呀！你感动的呀只有你自己罢了，最后说不定女生利用完你之后一脚就把你踢开了。所以当你一发现她不是你的合适人选的时候，请你们果断放弃。追女生啊真的很忌讳一样东西，就像有一种冷叫做你妈妈觉得你冷。有一种感动呢，是要自我感动。你觉得你为女生做了那么多，其实在她眼里还不如别人送你一个 LV 的包包更实在。看到她喜欢 LV 的包包，你也分期付款给她买了。女生上一秒收到包包，对你说一句啊你真好，下一秒呢背着包包约着她喜欢的人去逛街了。更可恨的是，有些渣女还会私底下跟别人说，你看那个傻逼又送了我一个包，真的是人傻钱多哦。扎心吗，臭宝？如果你想改变付出得不到回报的现状，想要成功的追到你喜欢的女生，那你不妨来私聊我，回复秋秋，我分享了一份追女生的独门秘籍，让你在追女生的过程中啊，成功识别出渣女，让你的付出啊得到有效的回报，快速把喜欢的女生带回家。其次呢，现在男多女少，竞争激烈，你慢慢悠悠的，自然就会有人去抄你的车。等你反应过来呀，妹子已经跟别人上车了。很多备胎都是追了女生很久，女生突然跟别人好上了，还不是因为别人比你更着急，更懂得技巧。你优柔寡断啊，那就是在给别人养老婆。第三点，两个人有没有感觉合不合适，最多几个月啊就知道答案了。不要讲什么日久见人心，关系不够近，时间再久也见不了人心。再熟悉的人成为情侣之后啊，也需要磨合的。在磨合期呢，你照样也会发现以前你没有发现的一大堆的问题。举一个发生在我身边的案例，我一个同事他就跟他的好朋友在一起了。按理来说他们两个人都已经是非常熟悉的，可是呢出乎我们所有人的预料，他们在一起不到一个月就分手了。我问他原因，他跟我说在一起之后才发现，原来他和女生的价值观完全不一样。女生是那种想多少就花多少，而他自己呢是想要为自己的将来做打算，想存点钱，所以他们因为钱这个想法呢成天吵架，迫不得已最后还是以分手结尾，最后呢连朋友都做不成。所以只要没在一起吃饭睡觉过日子，就别说是了解一个人了。最后，爱情是情绪的产物，跟追女生的长短没有关系。情绪到位，你们就可以一见钟情；情绪没到位啊，你追一辈子都没有用。说白了就是，喝酒才能追，喝水嘛，你撑死都追不了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最后记得给我们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，臭宝们，我们下期见！还不赶紧关注我，那你去找女朋友啊！